糖一点味都没有。没有啥味儿。没有。麻毛这是我闻着好像是。啥玩意儿？冻的啥呀？野苏子叶子是野苏子，你们腌的麻菜是不是？我闻着好像。就是野苏秧子，不是那个苏子叶啊？不是啊，不是我整的小袋里头，那制封袋里头，我整的野苏秧，这不是啊？啊，在制封袋里头呢。你说天都好，着处了。嗯。就是刚出那会儿嫩的时候，味儿还好。嗯。是吗？这是油，看着俺也不少油啊。不少油。不肥，不膻哈，没味儿，一点味儿没有，没有膻味儿。嗯，我预它的，这不煮出来开锅一点味儿没有。你看，这是大肥肉。嗯，咋没有膻味儿？闻着了，刚一口那嘎嘎，闻着膻味儿。嗯，那年的羊肉和有一年喝羊汤那就可有味儿。嗯，一粥锅膻味儿可大了，这啥味儿没有？这有山羊呗。这个。绵羊有绵羊跟山羊哈，山羊那个味儿大，山羊味儿大，这是那个绵羊。嗯，绵羊也得怕不瘦，可能也是大，嗯、瘦的完味儿就大，瘦了它就发腥。嗯，来了，嗯，好，好，不出来了，别这么看，哎。爸爸，爸爸，有没有羊肉味的妈妈？缺一个积木。说熟也挺快。嗯。盛盆里头。盛完了。哎呀，你看一抖了都露骨头了。这稍微差一点。来了。哎呀，烂乎了。行了。刚才吃肘子都是打。这是天天吃烧菜，有的大我就。吃这个得被烤着了，都是肉了。大门那会儿在前边，还是稍微差点火。你咋能喝？嗯，分那一碗，你咋让它烂乎？一抖着，你抖着肉全掉了。我说怎么？不该再买个羊脑花出来？哎呀妈！羊头羊蹄子。你没说呀，这要买回来真有，人家有羊头多少斤？是，我一看着呢。那干锅烧出手了，好的。这山羊蹄子，那瞅着那干啥，可出肉了。嗯，多钱呢？一个羊头？不到。我今天才买的张老师，羊也没有，脑子也没有。您说蹄子？蹄子可出肉了。嗯，他说骨头筋儿的。他那话真是还摆着蹄子没人买，我还寻思想买蹄子，但是哎拉倒。再夹点这料啊，料再料啥？料完就自己也得整，吃的可好。